你以为的诺言。希望甜蜜力量能像它的名字一样，让每一位玩家享受游戏乐趣的同时，也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甜蜜。实际上的诺言。诺言与摄像老师的日常。想要礼物吗？是心动啊！对啊，完了把这些咸鱼做成项链送给你。啊、我的刀是世界上最毒的刀。我很想把这个踢断。不要！做梦的时候。他叫石敢当，他是石头，然后我敢打你，打你他会当当响，所以他叫石敢当，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嗯，这个你这人好没有原则，我瞎说你也信。